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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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酒啊，这酒真不错。嗯，多吃多吃，来来来，吃吃，行。这回啊，这个初次跟天成合作，就签成了这么大个单子。主要啊，是贵公司的专业素质一流，尤其是赵总啊，啊，人才难得啊。谢谢。工程交给你们呢，我放心。谢谢林总。来，咱们大家都举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喝。哎，赵工啊，这我们都喝了半天了，你怎么没碰酒杯啊？对呀，就是啊。来来来，喝呀！来来，咱俩喝一个。林总，我来替他，我来替他，我来喝。赵工能跟我们林总喝酒，你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对对对，来举杯举杯举杯，我帮你举起来。快点来吧，林总，我多谢您的美意了，但是我不饮酒，咱们以茶代酒，好吧？怎么了这是？我来替他喝，好不好，林老板？别管！别啊！不别别不不不不不不！瞧不起我呀？哎呀，我们怎么能看不起您呢？您是我们大救星啊！那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不能喝酒。哎呀，你呀，林老板敬酒，你怎么能不喝呢？来来来来，是啊，派客啊，别不知好歹呀、啊，是吗？难道赵公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林总，我还真的不是不给您面子，因为我是个修炼人。修炼人？修炼？我答应过我的师傅，不再喝酒。修炼？你修什么呢？谁是你师傅啊？再说你师傅又不在这儿，现在连和尚都喝酒泡妞了，就是、你喝点能怎么着啊？就是你还能被逐出师门怎么着？真的是。看来赵公是有信仰的人，说不定有他的难处。老兄啊，难乜嘢？两个亿生意啊，就系俾佢搞弯晒啦，饭碗都冇埋啦。就是嘛。怎么样，想好了没有？喝还是不喝啊？喝嘛，快点吧。喝嘛。林总，其实我喝不喝这杯酒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实力，我们的合作是双赢的，对吧？嗯。那林总，我来吧，我来喝，我来喝吧，来吧。别不给面了，赵公。咱这么说吧，啊，今天啊，这酒你喝了，咱们这生意就成了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要不喝呀？这生意今天就黄了。别介，林总，哪能这样？这我们指着您，是我们大救星，指着您呢，这还得来，我替他喝。来，林总，我真的喝了这杯酒，那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，那您还会再信任我这个人吗？哎呦，真拧这人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不给面子，这酒喝的没劲，走啊！林总，各位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我去找林总。留步，大家请坐。林总。林总，留步，大家请坐，多多包涵。怎么样？真开心了吧？多多包涵，坐。哎，你呀，这回你可闯了大祸了。我说你那信仰值几个钱啊？把项目搞砸了，你高兴了是吧？就真够不懂事儿的，你这人。哎，真是。我听说啊，这人要是有了信仰啊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是够犟的这。真是。哎，您听我解释，您一定得听我解释。我看你怎么解释。您知道赵公他是怎么离开上一家公司的吗？嗯，赵公，求求你了，请你在这个预算报告上签个字吧。杨总，我不能帮你做假账啊。哎，望庭花园300平米，俯视41厅，奢华生活，贵族气息哦！多少人排队都抢不着的户型啊！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，连这辆路虎车在内，马上都是你的了。杨总，你知道我是修炼真善人的，
这事儿我不能做。20-30万的年薪，又是这么重要的岗位，你也得掂量掂量吧。如果不签，就等着被炒鱿鱼吧。哦，他是练法轮功的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好嘞。哟，林总，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林总，请请请请请请，来坐。林总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给我们赵工一次机会啊！来，赵工，我给你端起来。对呀，对呀，来来来来，这太给你面子了，喝吧，快喝吧。不用。赵工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坚定信仰的人。我很佩服你的为人，这个单子我签了。Yes， 哎呀，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今后啊，我们公司所有的单都包给你们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林总，太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林总，太谢谢了，太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林总，太谢谢您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举杯，来来来，干杯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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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